个。男生听一个声。进来。啊。啊，识嘢啊吓？嗱、啊，好 ，Angela， 你都系时候买多几套靓衫噶吧？点解啊？知啦，你做咗 supervisor， 唔着得靓女，你唔出嚟同我见下啦吓？你识我啊？哇，我识开心啲。哇，咁啊，咁我今日放工即刻就去买多啲靓衫啦。嗯，好。死啦！我今日我冇八点我都走唔到啦。点解啊？Angela， 你而家 in charge 噶啦嘛？啊？我可以开始安排啲俾人做噶啦噃。咁，Wendy， 呢度Urgent 啊，你听日九点之前摆我 office 啊 ，OK？ 哦 ，OK。哎呀！咁啊，咁我走先咯噃。By the way， 阿媽 team 咧升咗我做 supervisor 啊。聽佢同你講。哇 ，Wendy， 呢個 urgent 啊！聽日咧，你好八點前咧，最好放喺我台面啊，知冇？点啊！搞错啊！明明就系九点。